学不来，整天黏着你带你啪啪走，简单爱的神探太温柔，是明白时尚到未来要你在，哦，爱的十八来是不聚光就现在，只为你独家表演的爱。 Love is the show， 总爱的 show， 你到底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温柔。 Love is the show， 总爱的 show， 每一步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都痛，不用 show show show， 别说 no no no， 一个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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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够。Love is the show， 总爱的 show， 每一步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都痛，不用 show show show， 一个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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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够。爱和你 show show show， 只管摸摸摸，随时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给我。来嘛，你来嘛，你来嘛，快点。你确定欧德拜他们今天真的没有在这表演？确定确定啦，我讲的嘴巴都要快破了。今天是杰勒斯在这里办 party， 你是女主角，所以 Daniel 才一定要我把你带过来嘛。我是女主角，嗯，你不早说，那还跟他们客气什么？踢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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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那你不觉得这边也很吵吗？去国度房好不好？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玩。接下来这首歌，我要送给在场的一个女孩。就是他。这就是你想要知道的答案。五年前，你突然跳上我的摩托车；五年后，
你又突然出现在我生活里，还把我误认为偷你们家蒙娜丽莎的小偷。但我觉得最厉害的小偷是你吧，因为不知道从哪一刻开始，我喜欢上你在我身边耍憨。为了你，我也愿意把戴了五年的假面具拿掉，因为我不希望我们之间有任何秘密。我希望你可以永远留在我身边耍憨，你愿意接受吗，夏乐蒂？我回来了，常大呆。你都想起来了，真的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不对劲，他谁？他谁啊？你刚刚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我，不必了。还有，你干嘛要阻止他们两个在一起啊？我就是为了你，我不想要看到你为了夏乐蒂痛苦，我不要你自以为你不值得被爱，我希望你想要的一切都可以在你身边，我就是让你快乐。寇拉，你真的觉得这样可以阻止得了他吗？真的爱一个人是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阻止的。还有，我也不用这种手段让他走向我。你如果是这个样子，请你回 LA。我不会回去，我还有很多答案要找。那个女生是常宇杰以为死去多年的女朋友，现在她突然出现，常宇杰也觉得很混乱。不如就让她把事情搞清楚吧。这她说什么？他死去的前女友又活了，回来了，啊，借尸还魂，卡道音。哎呀，不是啊，那大小姐怎么办呢？刚刚听到常宇杰唱那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真的觉得心很痛很痛，好像有什么东西就要醒过来一样。虽然我之前真的对我忘记的过去感到很害怕，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想要搞清楚这一切。之前不是告诉过我，自从五年前你把我从 LA 救起来之后，我就像是一个新生儿，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我见那么讽刺抱紧，却又放你离开，无心之过重来。Yeah. 又让你第一次的
怪我。嘿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幸好遇见你，是你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如果不是你跟 Andy 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我还可以依靠谁。所以这一刻真的是五年来我最害怕又最期待的一刻。我很害怕有另外一个人即将取代你的位置，可是我又很期待。你也期待找回过去属于我们的一切，尽管没有记忆，但有些感觉就是一直存在的，对不对？所以不管记忆里有没有我都不重要，因为你又再一次回到我身边，这样就够了，好吗？全部都保留，让一切照旧，好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对于你，我真的没有太多的。没有关系，我会一直陪着你，我会陪着你找回过去属于我们的一切，好吗？时间会比较保守，有些梦有些我虽然已坠落也不恨痛，别为我哭了，你应该幸福的。姐，我知道你有很多话想跟他说，但是你还是先去看一下乐迪吧。所以扣吧，我稍后回去的。请你不要再消失在我面前了，好吗？等我。真心丢给我，虽然你跟雨洁相认的动机我没办法认同，但是你跟他的过去是没办法被否认的。你们三个都想要知道答案，现在这件事情就是因你而起的，就去面对他吧，说不定你会得到真爱。那你呢？你不想要找到自己的答案吗？难道你不想要赢回夏乐蒂吗？守护夏乐蒂的心，就是我的答案。既然出发点是为了你，我就会继续为你走到终点。
道怎么办。对你造成伤害，阿姨难过。谢谢您。现在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我知道，想要让大家好过的唯一方法就是，就此打住。现在我不能向你保证什么，我也没有办法回在你对我的情谊，但是唯一确定的一点就是，我要帮助温西恢复记忆，对你。小小的快乐，加油！我还是给的。直到你的出现，我才敢勇敢地踏出这一步。所以，不管今天温西有没有出现，都是你帮我走出这个迷宫。夏丽，谢谢你。既然你已经走出了你的迷宫，还遇到那个你在等待很久的人，真 lucky。倒是我。被你假装当成一个好姐妹，然后你明明就是欧多巴还不告诉我。从现在开始，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包含蠢男的事情，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的。OK？ 好啦，赶快回去睡我们的美容觉吧，好姐妹。爱得太真假，无论多眷恋，也不计较，不勉强。爱我的我不想，长得洒脱却感伤。夏乐蒂，明明知道背对着我的你可能正在掉眼泪，但现在的我却无能为力，对不起。好姐妹，谁想跟你做好姐妹，该说 sorry 的呢，是我。这个时间，大家应该都还没起床吧？早安！嗨！嗨，早安！你们怎么那么早？
早起啊？就是啊，而且啊，你看啊，我帮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法式吐司哎。如果你没有睡好，这里有我特地为你煮的超浓咖啡。大家一起吃早餐吗？对，一起吃，一起吃。哎，等一下，那个，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个行销企划案还没有完成，所以今天想说早点去上班。是真的啦，我现在可是 Miss Beauty 的负责人呢，小心你们 jealous 下个月的业绩被我打趴哦。乐蒂，乐蒂，这是我帮你准备的早餐，一定要吃，不能饿肚子哦。啊，谢谢。看来一整晚没睡。嗯，乐蒂，你一定要加油。常雨姐，你给我过来！常大奶，你敢过去你就死定了。过来，我来。你们两个不要再拉了，好痛啊！你要有资料。对了，少峰，今天我打算问戴温西，我以前住的地方，你要一起来吗？毕竟这五年来，你像他的家人一样，我觉得有必要通知女生。这我就不打扰了，但是我比较好奇，那乐蒂怎么办？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形，你觉得该怎么做才不会伤到任何人？这我真的也不知道哎。不过你昨天晚上应该跟乐蒂讲清楚了吧？对于乐蒂的善良，我真的很感激。没想到事情发生这样，他还反过来说想要帮忙。但他越这样，我越觉得自己无地自容哎。现在也只能这样。任何负面情绪都只会把事情变得更糟，更何况五年前那场车祸根本不是你的错。对问西，不能还的不要硬还；对乐蒂，不能给的不要硬给。想要当个完美的圣人，往往到最后都会变成一个大烂人，尤其是在感情里面。对问西，不能还的不要硬还；对乐蒂，不能给的不要硬给。喂，我说，你不是说昨天晚上的 party 上夏乐蒂被营运长那个死而复生的女友给拦活吗？怎么他现在看起来还挺有元气的、啊？哎，拜托，那叫移情作用，偶像剧是看假的。那个最后决定爱上你的山猪妹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找件事情来做啊，刷了一个刷，嗯。不过夏乐蒂真可怜，偶像剧里的女主角，这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很帅气、很 macho、很帅的男生，应该是男二之类的，会来陪着她。但她现在这样一个人孤零零，好可怜。对哦，雨杰跟少峰跑哪里去了？怎么都没人理他、啊？搞得夏乐蒂超像被遗弃的小猫，太可怜了，好可怜哦。他们好像去讨论 Miss Beauty 后续的宣传。哎，我们去关心他一下。乐蒂啊，乐蒂，哎，你早上不是说要打趴我们吗？你现在怎么闷不乐的？笑一个嘛，早上热情一点，快点，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嗯，这样才对嘛，对不对？哎呦，我也很想要看看我自己到底有多大能力。但是现在来店里的客人都是为了 jealous， Miss Beauty 真的很难有发挥的机会。这有什么问题？
那待会第一个上门的客人，我们就让给你，先开始吧。真的吗？妈咪，今天我不用补习，晚上一起去看电影好不好？Andy 啊，妈咪不是跟你说过吗？今天晚上妈咪要跟美国那边开视讯会议啊。晚上你就在家里面好好练琴啊，妈。啊，晚上又是我一个人吃饭哦。那我会好好练琴，这样下礼拜三的才艺表演会才不会让妈咪丢脸。下个礼拜三那个才艺表演会啊，妈咪还没有确定能不能去耶。人家练琴都是为了你耶，你一定要来啦。好了，那天再说了啊。小陈，赶快送 Andy 去上课啊，乖。王太，欢迎光临。哟，我们夏大小姐今天有来上班呐、啊。上次 Miss Beauty 的茶会没看到你，我还以为你 Miss Beauty 又倒了呢。不好意思，王太，让您误会了。下一次请。我没有时间听你解释，我还赶着参加我们公司的周年茶会呢。谁有时间帮我化妆啊？哎呦 ，Daniel， 马蒂，谁有空啊？喂，夜话，喂，是。王太，那今天就由 Miss Beauty 来替您服务吧，当做上一次我失约的赔罪。我保证一定会让您满意的。哎，也只能这样了。王太，那我先替您修个眉毛。少峰，关于温馨的事情。王太，不好意思，是我粗心，对不起。修个眉毛也能出包，你真是太不专业了。上次下午茶还说什么要让我们重新认识 Miss Beauty， 结果嘞？身为负责人，居然敢放我们这些 VIP 鸽子，事后也没有来正式道歉。我那时候就应该认清楚，你是有多么的不可靠，居然还敢把我的脸交给你，算我蠢。王太，下午茶会的事，我代他向你道歉。玉洁，你想袒护女朋友的心，我能了解。可是你再怎么解释，也掩饰不了他无能的事实。你这么做，只会让我更质疑你们接了死的专业度。上次乐迪不对，但是很快 Miss Beauty 会再办一场彩妆秀，到时候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彩妆秀？他连个下午茶都 hold 不住了，搞笑啊？搞笑还差不多呢。王太太的意见真是一针见血，我们是该检讨的。李社长，你来得正好啊！像 Miss Beauty 这种早就该被淘汰的公司，你就让他倒了嘛，还帮他干什么呢？更何况像夏乐蒂这种扶不起的秀逗，你们 Jealous 又不是在做资源回收，还收着这种废物干嘛呀？太太，其实我只是想给年轻人一点机会，让他们多多学习。当然，这孩子现在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就像当年，你不是也看不起我们少峰吗？可是他后来表现得出色，让你没话可说。所以我说，王太太，说话要小心一点，不要再看走眼了。那是你们家少峰还有点天分，可是夏乐蒂呀，
我可不敢信任。可是，你可以信任我们 Janice 啊，只要给他时间，我可以保证他将来一定会成为彩妆界的达人的。达人？那是要十年还是100年呢？啊，对了，刚才少峰说你们要办一场彩妆秀是吧？有本事就让我在那一天考考夏乐蒂怎么样？看你敢不敢。怎么不敢呢？我就是怕呀，请不到你这位贵宾啊。好，既然李社长对夏乐蒂这么有信心，那我当然也不能让您失望了。那一天啊，我一定要好好出一个考题，让夏乐蒂可以好好发挥她的彩妆本领。到时候要是她通过了，我不止他们 Miss Beauty 的产品，我一个月买10万，外加在我的杂志上免费为她广告1年。但要是她失败了呢？这就代表你们 Jealous 教导无方。李社长，到时候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做吧？夏乐蒂，你听到了没有？王太太对你的期许多么深呢，你可要好好准备哦，知道吗？知道了，那我就先告辞了。不送。彩妆秀那一天，你可别像上次一样落跑哦，要不然我就让你在这一行永远缺席。夏乐蒂，你真是糗大了啦！你谁不好惹？你知不知道王太她是 FG 杂志的创办人兼总编呢？我知道 FG 是最具公信力的美妆杂志，通常被他们推荐的商品都会大卖。可是如果被列为负评的，永世不得翻身。夏乐蒂 ，Miss Beauty 得罪了他的话，基本上就被水神附身是一样的道理。你有任何一点点的小毛病，隔壁他们在杂志上面大做文章，让你的元气大伤，而且连 Jealous 都可能被拖下水。那个王太太平常笑嘻嘻，一发飙什么怪招都使得出来，出了名的难搞。夏乐蒂，你不用担心了，王太太不是那种公报私仇的人，而且这次是我们有错在先，她只是以专业角度来检视你而已。所以不管他要求你化什么妆，你只要准备好，我相信他都不会为难你的。奶奶，没有想到这一次你比我还暴冲哎，还是我们把秀往后面移一点，这样乐蒂比较多时间可以准备。我不是冲动，是故意的。夏乐蒂，我问你，自从我们准备重建 Miss Beauty 开始，你都做了些什么准备工作？我每天都很认真的在背产品的资料。彩妆可不是死的知识，而是让每一张脸化了妆有不同的心情。那你每天有练习化妆吗？这就是我为什么故意要接受王太的挑战。你就是因为像她说的，不够努力，不够专业。我答应过要帮助你，帮助你的方法就是直接送你上战场，让你明白这个行业的残酷，要不然你永远都在那原地踏步。社长，对不起，我知道我轻忽我自己的责任，所以得罪了像王太这么重要的客人。可是我答应你，这一次的彩妆秀我一定会全力以赴。那我们来开始我们的计划吧，我跟雨杰已经想好这次的主题了。粉爱，对，大部分女性化妆除了增加自信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借由美丽来吸引恋人的目光。只要男朋友说一句你今天的口红颜色好美，他们就会因为这句话再次光临。所以这次的彩妆秀打算颠覆以往 Miss Beauty 比较传统的形象，以恋爱为主题，我想这比较能达到共鸣。
打造一个全新甜蜜浪漫的形象。Yes， 没错。再说，要符合恋爱这个主题，有谁比你们这对金氏情侣更能吸引媒体的注意？我看，就你们两个走压轴吧。形象不够烦，是不是？大家怎么讲啊？我倒觉得未尝不可，居然搞宣传嘛，那当然就要话题性多一点了。借用媒体的力量，我倒想要看看那个王太认输的嘴脸在全国播放，让 Miss Beauty 蝉联她的杂志封面是至少17。这次大家一定要全力以赴。是。岳奶奶，爷怎么没来啊？爷有更重要的事，到美国去接你妈妈。我不是答应你让你妈妈回长江吗？对。谢谢你。来，我敬你。奶奶，我在老五之前演唱的事，你知道了？我一开始就知道了。5年前，你主动放弃音乐，回到杰雷斯，嘴上不说，表面上又装得无所谓的样子。可是你心里一直不能忘情问西跟音乐，所以你跑到老五前去驻唱，是为了逃避你自己。看到这样的你，我心里真是很失望吧。明明答应你不要再演唱，又自己偷偷跑去，还自己的身不知鬼不觉。奶奶，这5年来你申请很多次了吧？其实你错了，我气的是我自己。家人应该是孩子最坚强的依靠才对，可是我却让你独自痛苦，你什么都没有告诉我。让人失望的应该是我这个做奶奶的才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这样说，过去我还以为你真的以为奶奶想这样严厉地对待你吗？你父母过世的早，身边只有爷爷跟我，我们的年纪大了，还能陪你多少时间？其实没有一个奶奶不想溺爱自己的孙子。可是，鞭策你成为一个坚强独立的人，是我能够留给你最好的礼物。奶奶当初反对的不是你玩音乐，而是想要考验你玩音乐的心。奶奶，对不起，过去是我不成熟。现在我知道了，我以后有什么事都不会一个人，我也会跟你分享。你有什么烦恼就说出来，让奶奶跟你分担。我也听说问西回来的事，你一定很彷徨吧？对啊，不管是他还是乐蒂，没有一个我想要伤害的。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其实人生很多时候会感觉疲累的，如果能过了这个关卡，它反而会让你的心变得更坚强。不管最后你做什么样的决定，奶奶都支持你。你放心，我已经让 Mingo 去找最好的脑科医生给温西治疗。谢谢你奶奶，原来这就是依靠家人的感觉。谁说不是呢？哎，你要卸第几次啊？你这样卸下去，你脸都快烂掉了啦。
有时候呢，那个 feel 不对，不管怎么话也没用，还是等你克服情商再说吧。就跟你说，我没有什么情商，你们俩七嘴八舌的，干脆来当我的化妆妈都好。不要，我走了，我肚子饿了，肚子饿了，吃饭饿了。二弟都把脸画成这样了，你要练化妆，我的脸借你画，这画几次都可以。那脸先借我帮你处理一下。不用了，这一点小事情不需要这样擦药了。脏了啦，消毒一下才可以继续用。用我的吧。张雨姐，走吧。你不是说今天要跟我一起去找回忆吗？夏乐蒂有少峰在，他 OK 的啦。没关系，那你就去陪问熙好了，反正少峰会陪我，你不用担心啦。对了，你看，之前被夏乐蒂弄坏的手环，我把它修好了。你的呢？乐蒂，这个你拿去用吧，有什么事打给我。我才没有吃醋嘞，谁会吃醋？好，你没有吃醋，但应该也累了吧？要不要跟我去个别的地方，带你去看点不一样的，转换一下心情？非我最会都 OK 了。薰衣草的香味很特别，难怪你妈妈会喜欢这种花。是啊，舍家回来以后，我跟她身边种满薰衣草，不然我睡觉做梦的时候，旁边浇起来除草。终于笑了，我说是真的笑，不是假笑。我变成你的谁？变，世界不停改变，对的人会在哪一边？说不准是近还是远，还是刚刚擦肩。Hey girl，记得第一次见面，多怕心跳被听见，是依然就怀念你的脸，我是你一遍一遍到今天，这一步不敢跨越，下一幕寂寞分裂、I'm a rock your world，就算几率只有一万分之一，要多幸运才从天而降这场梦境，要多努力才让你肯定我是唯一，相信爱就能和幸福相遇，我会尽全力让你见证奇迹，我会更勇敢换取你的一点注意，我会更渴望占有你的一席之地。